的，你得先拆开吧。这种应该有几串韭菜，几串玉米。对，要去蒸糕啊，小爷。小爷怎么可能？那桌子下是啥呀？韭菜。你说上升高算，我说上升要求蒸糕。小心手啊，小心烫啊。对，烤鱼是这样烤的，这是烤鱼吧？对，就是烤鱼啊。哪有烤鱼？是在里面烤吗？不是，我们尝试一下，这个烤的会快一点。不是加的，这是加鱼的。没有加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这样呀？哦，鸡翅可以这样加着烤。对，我缓缓。我们这个拿出来吧，这个肉拿。这个肉得拿出来，肉得拿出来，肉拿出来单烤了我。可以玩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再来扑克牌啊？哇，扑克牌可以玩哦，已经哦，等一下哦，可以玩，没事，土豆片，扑克牌吗？我最爱，我这个可以玩，我最爱，我最爱，等等你不知道，哎，你们会玩那个吗？那个勾，勾可以勾全部的那个，一样的可以连着连着，那叫喷火车，我知道，对，喷火车，那叫什么火车？钓鱼，哦，钓鱼，对对，来了来了，钓鱼，火速，来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样你站这边，哦，你站这边就不会伤到你。我站。哦哦，还是那边吧，还是那边吧，还是这边吧，还是那边。来了啊，等一下。来了，哇！不是我走到哪，这烟飘到哪？这烟可能和你有仇，我感觉。我真的，我走到哪，这个烟都飘到哪？真是这么好运吗？别吧，别吧，框。哇啊 ！Nice， 看我白手起家，好吧？是我三张，我四张，你看，我看我谁？这又不赌命吗？框，别，哇！哇，他们俩运气开小差，我两张了，还有两张。哎，马哥拿回去加点味精呗。谢谢马哥。对，放点盐，放点盐。来吧，多撒点。他们觉得没撒，那么是不是得多撒一点嘛？嗯嗯，对，撒吧撒吧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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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熊嘛，这是肥的，不要肥的。你要吗？马哥其实不该刷，刷的话全部刷下去了。全部刷下去了，要不然你怎么说啊？又开牌了。马哥没有吗？这到底熟了？我们多加一点。还是只是因为它没味道？完美哦，这次没有味道，我倒立哦，我倒立围着这个院子跑一圈，哦，好鞋啊！要不然我们换吧，我们要不然你们来休息一会儿，可以，啊，还不用，开心。我也想要，我也想。这个不要了，你要他戳，你看他能不能戳？哦，好像我们是不是得先把鞋子脱了？嗯，烧口酱，哦，我们就要挤一点上去刷的时候，正常啊，嗯。闻一下，闻一下，这应该刷土豆的吧？我觉得，我不知道。你觉得 OK 吗 ？OK 的话就挤。你闻一下这是啥？我也感觉像是刷土豆，刷土豆的。土豆。啊，感觉有番茄酱在里面，感觉。我觉得这其实应该可以了吧。哦，这个不要了。哎，我的吧。它真的是可以了。我觉得是我的。我的妈！哎，别！我这把真的刷了，我哥，我还有机会，我还有机会，耶！耶！哇！我不，心态崩了，完美！哦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得把茄子先烤？你送一张，茄子咋烤啊？送一把，我待会儿我先弄过来。这样好点。我要找到你，虽然我还很多。哎，我这是啥啊？茄子，哦，茄子，我觉得就得用到这些了吧，什么蒜泥呀，什么辣椒啊之类的。其实你很，这个东西太小了。不，是我们要不要多了不多？你除非你这拿刀，你把你不烤羊肉，你把这个放到，好，羊肉放到旁边，羊肉放在不放到这上面烤？哇！对啊，羊肉就放那个上面烤。马哥，你觉得这个 OK 了吗？没盐，还没盐，来了，这几串没盐。你要不然你搁过去你们自己炸吗？你觉得这个怎么差不多了？不，这个是不是差不多了？给他放点盐，然后再烤一下，然后再给他们。你放这么多盐，再回一下这个。要求还好吗？都真的都没咋放，我放点油。没有人啊，不来了。我不来了，你们来吧，我去帮他们自己试一串。因为我太菜了。我来给他们打杂。
啊，这是有牛肉吗？是牛肉吗？还是猪肉？你从这边往这边。对。啊，舒服。哎，上次就一个啊，上次就一个啊，大哥。都是刷油，刷点油吧，在这个。对。哎，舒服。这是锡纸，不是里面有东西？没有吧？可以贩卖。只有锡纸，只有锡纸。这样子。哦。对，真的。漂亮。油没有了。咋碰到他了？我后面吃完玩。咋碰到他的呀？漂亮，翻面了，别吃了。对不起各位，没有了吗？没油了，不用烤了，各位。烤肉酱，香辣。来啊来啊 ！Sorry， 马哥，你让我把这玩意儿拿出来。OK，Thank you。哦，天哪！Sorry， 这是我工作失职，我就让大家去到这个风。要不要把那个茄子给做了？可以，我们把茄子给做了吧。来吧，做茄子吧。对，其实如果说的话，这个东西应该没有油，应该也能烤。按理来说，是从这儿划下去对吧？试试。对。哦，不能划得太深了。还好，不是把它划烂。我已经把它划烂了。但是那应该没事。啊，好好好。哦。马哥辛苦了，马哥辛苦了，好像辛苦了，有点辛苦了。站着呢？烤呢？我眼睛要不行了，我感觉。你要想上啊？不，李耀文上去了。不知道。路。那先上吧。我来帮了。我来。哇！这啥玩意儿？咋了？大哥，你真厉害。这倒了就不是油的那个效果了，好吧？我进去。先别上，撒上去了。天。最后一点油也没了，哥。算了，别用了。他外面皮一样。对。哦。必须得刷油卡。Sorry， 待会儿给你来吃。Sorry， 爸。你包起来整个吃。等一下，我直接倒。一口我吞。很厉害吗？还行吗？好吃吗？一口吞。这个。这白菜还是什么菜？这是。我怎么知道是什么菜？就我的杯子，应该是白菜吧？这肯定是白菜啊！是啊，这不是白菜是什么菜啊？是白菜怎么了吗？我也想，他的意思就是生菜他吃了。对啊，不是哦，这个是生菜吗？这没洗过呀，哥。洗过了，哥。我马哥也吃生菜的，对吧？洗过了，你刚才洗过了，哥。不，我把五花肉如果放这儿烤，它这个里面的油是吧？哎，是可以，是可以这么炼一下油，是吧？嗯。这烤不熟的，这不可能烤得熟的。年纪大，外表得高点。这年纪大了，就我们可以用那个把五花肉放锅里面煮。对啊，那不是猪油吗？让它干炸，炸出猪油来。对啊，猪油啊。我们有锅吗？就是年纪大了。我们有电磁炉吗？我们啥都没有啊。我现在马上外卖。我都会。全是空的吗？哪有我快？你有我快，来看什么？等一下哈，大家怎么会有我快？我应该加那个蒜泥。你有我快啊？你有我快？来问我，加油，小心加油！哇！快扇一下，扇一下！哦，哎不行，这是震动频率。来，这个好懂啊，你是怎么扇的？上次混几种。我顶着混天，我会，我也不太好。我感觉我现在眼睛都睁不开。你这个太慢了吧？太慢了吧？好痛啊！不是，你们是这就黑一下，你们这个删了跟没删一样啊！都怪我，都怪我，也怪我啊！也怪我，怎么能只怪耀文呢？怎么只怪耀文弟弟呢？什么东西？翻一下吧，怎么能只怪帅气弟弟呢？